点上的另外两位表演嘉宾曹格、杨宗纬都参加过歌手，人气事业水涨船高，发展得相当好。杨宗纬走进演播厅就有种回家演出的轻松自在感。哈喽，各位，参加这个金鹰节的演的互联盛典有什么样的感受吗？很兴奋，然后也很期待。参加金节不但很兴奋，还调皮地向高圆圆示爱，祝她在今晚的颁奖典礼上能够旗开得胜。重点，我想问一下，您平时有看内地的电视剧吗？看这个也有啊，像我也帮咱们节目打唱主题曲，跟叶北老师一起来唱。那有喜欢看的电视吗？比如会追哪部剧？咱们结婚吧，高圆圆。虽然我知道你跟我不可能了。谢谢。新闻记者长沙采访报道。